芥末的魔丸库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导演易小星，欢迎来到我的电影《沐浴之王》，洗掉一年不开心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芥末。今天我不跟大家分享魔丸，通过刚刚的片头，你可能已经知道了。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是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大家到这个电影见面会的现场。跟我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芥末，今天我将带大家来拍一场这个见面会，它呢是由教授易小星担任导演和编剧，由彭昱畅和乔杉作为主演的一部电影，叫做沐浴之王，它是一部喜剧，在这里我安利一下大家。接下来我将会把这一部电影的校园见面会给大家呈现出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往舞台上看吧。上映，接下来啊是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时间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我以前真是做早过，不然呢？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？狼眼儿呢？使劲！我使劲！我拿你头发去验 DNA。如果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，你完蛋了。你知道这些头发对一个中年男人有多重要吗？这小子失忆了。哎，别过来啊！正好我收留的。我拖了这么多天，我一点都没想起来。嗯，这泥儿啊，得一片一片的搓。这记忆呢，得一点一点的找。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嘛。虽然你不记得我这个哥。但是你永远是我弟弟。你还真有点当哥的样子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跟着我好好干，把洗澡堂子做起来，干到拉斯维加斯，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老板，给我来两套煎饼，10块钱。便宜点不行，那来一套吧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这个新片推荐的所有内容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去支持这部电影哦，希望大家喜欢哦。最后看完记得给我一键3连哦，拜拜。